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频道，我是 Raphael Lam， 欢迎订阅和留言。这是紫皮兜的种子啊，这是之前呢，那紫皮兜有些种子，那就种了一个这样的盆那里，这个即是闷养着的。这两有两个叶咧，系啲花友俾我嘅，其实我都唔知咩叶嚟嘅，佢就俾埋呢个兜我啦，可以咁样闷养住咯，跟住就好容易发芽啦。见到啲有啲之前啲紫皮兜种子咧，渗咗落去，佢就已经发芽啦，即系绿色一个个波咁样，就系紫皮兜。咁睇下迟啲大咗移去其他盆嗰度，咁又再影过。谢谢收看本频道，欢迎订阅和留言。Thanks for watching. Welcome to subscribe. I am Raphael Lam. See you again.